大家好，我是陈哥。昨晚下了一夜的雨，今天终于停了。美好的一天重新开始。我们那边的活已经干完了，我们现在收拾行李，准备出发下一站。行李终于收拾好了，来的时候就一个箱子，现在走的时候你看，两个包一个箱子，还有一个桶，里面都是放得满满的。现在下面车也来了，我们出发了。现在我去看把我们的行李收拾好了没有。哎，爸，你行李还没收拾啊？车来着喽，我堵着了。啊，要得。他去哪个？去他边边上。看，七个人的东西装了满满的一车，现在我们准备出发了。请你卸下来，找个宿舍安顿下来，去看看我们的宿舍。哪个在睡这个床呢？经过半个小时的忙碌，我们现在把那个床都已经放好了。现在11:05，我们准备去吃。这是我们来到新工地的第一餐，给大家看啊。点了一个水煮肉片，一份白米饭，11块钱。爸爸给我买了一瓶啤酒。然后把工出来到上个工龄结束，刚好两个月。首先感谢我的老板给我带来了初中的支持，好的项目，新工作环境。努力奋斗，争取早日实现我们年前定的目标。加油，打工人！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拜拜。